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礼拜二之声马叔叔。好，那这一周呢是员工旅游周嘛，是不是？那我想去的地方，我想一下我要去哪里哦。我想要去马尔蒂夫 啊，他们去东港就好，东港给他们去，马尔蒂夫我跟马嫂去就好，好不好？那我想要说采购一个这个娃娃，哦，好，还有什么？去马尔蒂夫应该要带一些东西嘛，娃娃，应该要带一些助兴的东西。来来来，我刚刚好像有找到一个东西可以助兴。我那过了三十岁，有些东西就比较软。哦，我是说软手了，这个身段会变得比较软，需要一些硬硬的东西。我看到了，在那边，这边，这个东西我觉得带去马尔代夫不错，这种可以助兴。没有，这个是我想说要去挂衣服，对，带两个去挂衣服。好啦，我最后想要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带这一只去，再采买一只这个衣帽架带去，希望大家可以投一票。我要去